记得 like 还有 follow Shock Plug TV 的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哦。欢迎白狗狗大乐队 ，Facebook 的朋友，我们的直播开始啦，请帮我们留言刷多多，爱心也刷起来。
Anita， 所有亲爱的居民好朋友们，阿公阿嬷，大哥大姐，大家好不？一二三，我们一起讲好啊！一二三。吼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谢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由我们的晋山十里达乐林执委会为我们特别呈现的歌台之夜。大家晚上好，有多少朋友在这边是我们 AAC 的 member， 还是我们的 AAC 的 chairman， 还是 chairperson， 有没有在现场啊？就是我们的 chairman 啊，站在后面的那一位哈，来来来，各位大哥大姐哈，这里哈，朱信哈。也是应该是你们呢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对不对？来 ，Chairman， 举高你的手，请接受我们的掌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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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Chairman 不容易嘞，又要带位置哦。听说今天你们坐的每一架高椅都是他用一张一张 tissue paper 帮我们擦擦擦，玻璃到亮亮才给你们坐的哈、哦。好的好的，那今天晚上非常的感谢，在我们的 AAC 我们的主席他的带领之下呢，让我们晋山十里达在十二月份的这一天非常的热闹哦。啊，真正感谢啊，今天呢我看到真侪那你前辈，我们的前辈朋友们，要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呢身体健康，祝恁大家拢身体健康。今日福建人有偌济，我来听看卖恁人的拍破声。哦，真侪真侪吼，所以今日呢要听福建话较侪啊，福建歌较侪。啊，是要听华语，讲华语，讲抓你啊！你看，还是参参共参参听，好不？谢谢你们大家。那今天呢，为什么呢？我带着手机上台哦，因为我们也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线上的朋友，你们好。现在是七点钟啦，有些朋友哈、哦、还刚刚下班，今天 TGIF， 有些出去 party 哈、哦，但是还有一班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准时的上线 ，Hello， 有周平啦、佩璇啦、孔亮啦、Steven 啦、佳佳啦、Roland 啦、赵亮啦，一直 Best Friend、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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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 啊，谢谢你们。好，继续的把这个留言哦刷进来，当然也有在现场。也有在线上的朋友哇，像大哥啦、布尼哥啦，还有这一排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哈 ，Hello！ 所以你看，我们的乐林之夜、乐林歌台之夜呢，也不仅仅只有乐林人士可以来听歌。你看我们的小朋友啊、妈妈啦、准妈妈啦，哦，这个青少年呢，也有在我们的现场。所以呢，非常的感谢你们大家的到来，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来 ，and any house seat 啦，呀呀呀 ，everybody。Anyone can come in and sit down 哈。好，那谢谢我们这位来宾啊，您的这个红包还有见面礼，谢谢。Thank you。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以现场乐队哈，就是纯歌台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呢互动。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我的穿针引线之下，大家拢会平安顺利哈。啊，因为呢，大概98%的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我唔知你人是在笑，啊是在笑，啊是在来面骂我啊。大家有欢喜哦 ，Happy Lucky 啊啊 ，Forget Every Day Got Money 啊，欢喜的朋友来一个拍波声。下周再一拜，鼓励一下。人讲正手正财，倒手偏财，拍牌的大家拢会大发财。Hang on！ 哇塞，好像这边比较大声哦。啊，这边的朋友，哎呦，爱较大声哈、哦。啊，不要紧啦，拢有挂口罩啊，你看啊啊，要来大家呢一起呢放声大喊哦，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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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话已经因。发一声发了，哇！我就得到一个红包，感谢感谢。啊，你看应该爱发加20声。哎，这好朋友啦哦 ，Henry 大哥啊，感谢感谢感谢哦，啊，这蛮好朋友哈、哦，谢谢谢谢你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好哦。啊，来看歌台，啊，搁会炸红包来，哈啊，感谢感谢，哎，祝你们身体健康，哎，阖家安康。好，那今天呢，也有你看我们旁边的老师们，我们的乐手们，为我们带来呢，哎，强劲的节奏，开心的伴奏。所以呢，这一班老师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的白狗谷大乐队。谢谢，跳个电话号码。
谢谢我们的音响老师们，我们的City City 哦，我变了老师啊，谢谢小陈老师。老师们别来无恙，哇，这歌声真好吼，哇，千里龙，千里龙，千里龙，龙一个龙一个一百块啊，龙一个龙一个龙不过八块，谢谢大家。好，那今天呢很开心哦，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进山十里达，我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回到我们的民众俱乐部了，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也谢谢我们的 AAC， 当然也谢谢所有的造就了今天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夜晚的所有的爱心人士，还有我们的基层领袖们。谢谢青山斯里塔 AAC。 好，马上呢今天晚上为大家掀开序幕的呢第一位歌手 from Malaysia， 所以他每一次的登台就要坐车踏车踏踏踏踏关靠踏踏踏踏踏这样看到来到我们新加坡唱歌给我们听。那谢谢我们呢在这个直播平台上 Facebook 的朋友，也有很多来自我们新加坡之外还有马来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的不会不会，那是更远的地方的观众朋友啊，所以马上来欢迎我们的罗恩琪。好日子啦哈啊，是大家跟大家一起呢 ，happy happy 这样的哈，和大家一起庆祝这样。OK， 好的，这是我们的罗恩琪，先跟安哥、安弟、阿公、阿妈哈，哎，祝贺祝贺一下，你看。好，我们现场的所有的长辈朋友，还有收看直播的线上的朋友，大家晚间好，我是恩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恩琪啊，你在家是排名第几？第一个。大姐叫恩琪啊，你弟弟叫恩啊，没有恩啊，没有恩，那叫什么琪？下琪也没有琪，没有恩也没有琪。我大的弟弟叫哲轩，小的叫宇轩啊，宇轩啊，哲轩、宇轩哦，宇轩哦，宇轩，有一些朋友的宇轩就是女孩子的名字，对对对，不一样的轩 ，I see，、啊、字不一样，所以两个轩呐， 你一个琪的，应该我妈妈应该是不知道她会生两个儿子这样，不然她应该帮我叫什么轩这样。应该也是这样子啦，可能妈妈有自己的一个 idea 啦。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常常来我们 Jason Selina 的朋友，有没有看过罗恩琪小姐唱歌过？有捌听过唱歌不？哇哇，你拢内行的，你看。哇，阿妈马上就两个 good。对呀、啊，还给你两个嘞。这个是讲伊明仔要去银行啊，看手银牙镭出来了，我跟你讲。谢谢。所以呢，今天呢，他也有呢带来呢一些呢不同类型的歌曲。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呢在歌台嘛，哈，我们还是呢以老歌为主啦。对。但是很多的艺人呢，我们也常常呢都会学一些网络的一些流行歌曲啦，来送给你们大家。当然呢，今天的这一首第一首歌曲，掀开序幕的歌曲，是一首呢叶倩文的歌。叶倩文的歌在歌台不多了，查一下查一下，脑袋里叶倩文的歌，听到叶倩文浮出哪一首？浮出的应该就是那一首，叫做是《潇洒走一回》。好，给个这“潇潇走一回”，潇潇啊，潇潇，是咩？是这个潇潇啊，放好亏啊，不要想这样多。欢迎 Miss 罗，谢谢，送上这首《潇洒》。
红尘呀滚滚，世事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是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谢谢。潇洒走一回，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叶倩文的歌曲，送给你们，送给我们所有的阿公阿嬷、大哥大姐，所有的长辈朋友哈，还有我们线上直播的朋友、收看直播的朋友，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潇洒走一回》，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对不对？好，来送上了这一首歌曲呢啊，这首比较雄壮一点，比较稍微的有一点江湖的感觉的一首《潇洒走一回》，来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恩琪安排的这首歌是比较抒情的歌曲，来送给你们，来送上这首也是经典老歌《夏日假期玫瑰花》，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谢谢。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天不荒，地不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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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花开得好。是否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夏日玫瑰花儿开了。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天不荒，地不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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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花开得好。是否有人知道？
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夏日玫瑰花儿开了。玫瑰花，哇，掌声很多哎，这首，谢谢谢谢哦，谢谢姐姐的大拇指，没有看到有看到，谢谢谢谢您的喜欢这首歌曲哈，来这首夏日假期玫瑰花，很长的歌名哦，每次写这首歌名哇很长很长，还有几十才写完这样，因为很少歌有五个字以上的歌名的歌曲，所以呢就比较记得这首歌曲夏日假期。玫瑰花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那送上了这首歌曲，连续两首的华语曲子。那么接下来呢，恩琪安排的下一首歌曲是一首比较轻快的《Hot 甜瓜》，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想要跳舞的阿公阿嬷、大哥大姐，我们的舞王舞后们也可以来跳舞哈。这一首歌曲，那应该就是恰恰的歌了哈。我们说可以跳舞的歌，好，来这首歌曲。爱情恰恰来送给您，谢谢。啊！寒海的夜头星，点根香香心。想要家己来恰恰恰恰，不知你是不知你是走去倒位去，啊忍落去忍落去，唔通咱放开，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手捧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长暗蜜滴，苦笑心。恰恰恰，不知你是走去倒位去，啊，忍落去，忍
落去，唔通流开，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酒香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长到谜底，可惜身边的人，恰恰，谢谢啊！你是什么色人？我是什么色人？我是就是你是什么色的人？什么色人？什么色的人？我、啊、我是客家人。哦，客家人呢？客家人。昨天我才主持了一个算，因为他是惠州会馆，嗯啊，然后他惠州嘛，惠州人，客家人。哦、oh. 啊，然后很多很多客家的朋友，所以我学了一句客家话。嗯，太嘎好，大家好。那我有听到我的太嘎好，我就跟我的搭档讲好，好就加辣料喽。对对，没事，好就加辣料。但是没有没有没有，客家话太嘎好，好就是好的意思。大家好。那县长，你问一下，帮我问一下啦，有没有客家朋友？我不会客家话啊，不，我没有叫你用客家话问，我叫你用英文话问。要用英文呐、啊？啊，用英文呐、啊？英文怎样问？哎、欸，他是高材生哎、欸，要读博士的学位的嘞。博士？没有没有博士，没有博士，没有博士、啊，博士太高了，哦、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博士是在我的家。博士博士，我家也有两位啊啊。什么博士？博士，赌博人士，刚才博士，box， 现场应该有很多博士吧？来，敢敢承认，我们都是博士，赌博人士，啊、有钱不赌，对不起父母了，赌一点点可以了哈、我赞成了。消毒疫情啊，对啦，我不会赌希望吧？你妈妈有没有赌一点点？妈妈没有，哈，妈妈没有。哎呀，这样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啦，我们不鼓励大家赌博，但是呢，小买一点 happy 可以啦。对对对。那你我还没有问一下，有没有你的相亲啊？相亲啊？我的相亲啊，相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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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问？你就你跟着你的感觉走了，你用爱情恰恰的方式问哦。爱情恰恰的方式问。刚才我有看你跳舞嘞，我以为我哈、在看到一个会动的冰厨，你知道吗？我如假如好，如假如一勇。等一下，那款讲啊，我是有肉吗？我想要吃多一点。你看那边有身孕的，跟你没有身孕的，身材都差不多。我希望我吃多一点，然后可以把肉分给你这样。五亚路安尼好啊哈。OK。贡献一点这样。要么客家、泰国还是客家的朋友在这边又聊。亮亮姐，亮亮姐，亮一次就好，那亮亮姐，亮姐漂亮的意思哈。那客家一个嘞，客家泰国有没有？客家泰国啊，有没有男的？有没有男的？都女生哦，哇，这个亲家知己，这个也是亮姐。或者是靓妹，靓妹、嗯，你家一个福建人哦，客家话你有空壳无？你有说无？我是客人吗？你是主人吗？无啦，我是客人，我是福建人。哦、OK、欸。但是你会唱客家歌啊？客家歌一首吧，对不对？所以呢，昨天101首、我就做了那个宴会啦。嗯，对对对，你要去多参加这些啦。那你整场都要讲客家话吗？当然不用啦。要讲客家话，你觉得他会叫我吗？我你的这个文凭怎么考来的？我也是有点怀疑耶。没有吗？我是觉得说你在那一场可能学到了很多，可以回来教我这样。两百年呢，一个两百年一个地方，两百年啊，讲后讲后啊。昨天我也看到一个巨星，差不多跟你一样。啊、跟我一样、啊、有点肥肥圆圆，但是比你矮一点点。我以为是那个高高美美的。他就是那个，他讲话有，哎，他讲话怎样的？我不会模仿。我也不会、啊。一下子，曾志伟有没有那个香港的电影明星？对对对，曾志伟他讲话是怎样？不是我的年代，有一点难学、哦。马国明认识吗？马国明不认识。啊、你没有在？可是我看你的照片。
是我没有拍到他，有看到哦，有了拍到他唱歌一下下。我以为你要说那个美美的是我啊，紫菱啊，是你哈。OK OK OK， 你跟他一样漂亮啦，好不好？我以为你说他，结果你说那个圆圆矮矮的，我还开心了一下。OK， Sorry Sorry Sorry， 好，你有自己的世界哈，我们的。罗恩琪也是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呢读书又厉害，唱歌又好听，哇，谢谢，全方位的，谢谢。我们再一个鼓励的掌声给我们美美的罗恩琪，谢谢大家，谢谢姐姐，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寿星姐姐。哇，从背影看更像曾志伟。好，谢谢大家。好的，那节目的继续呢，马上呢来欢迎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这位艺人，是一位呢我们的马来同胞，马来歌手。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哈，帮我们呢分享留言，站起来，站起来，麦卡起来呀，站起来，给我一个 good 啊！好，欢迎我们的亚弟，嘎嘎，阿对，阿不嘎。How are you tonight? Very good. See Yati good. Okay, good. 大家晚上好，我是Yati，我的名字包美丽，好不好？哎，才包把行耶，包把掌，包拖刀，包耳环，包包你咯，可以吧？可以，你的华语很好啊。谢谢你比分 Very good 啊、Thank you all the 老师、他都讲华语了阿姑 also 到 cakap sikit boleh Melayu lah、boleh cakap sikit-sikit sikit lah saya cakap satu lah banyak ni dah cakap ni lah saya cinta padamu oh I love you wo aini ayo wo aini how are you Yati I'm very good everybody good what yeah can I see any Malay friends down here Ah, ramai tu lah. Semua nak juga langdut tu lah. 其实 Yati 也是非常的孝顺。Yati is also a very filial child. She's currently taking care of her two elderly at home. Thank you so much. 她的这个双亲都在她的家里。My mother, father. 对，她都跟他们住在一起。因为最近好像爸爸的身体的状况有点欠佳，所以她就呢扛起呢这个照顾他们家的老人家的这个责任。Very important. Take care mother, father, and the home, everybody. And I believe...you all also must stay healthy, yeah? Yes, stay happy. Active aging, don't forget, you go join, you know, the RCCC got organized, all these, some exercises. Must go. That's why I take my mom to go and join. Sometimes also ask dad to join. So spend some time lah, yes, outside, correct. Make some friends. Yes, not only that, Befen, it's also good for their mind. I saw that day my mother throw balls, you know, with her friend. they catch, see whether they alert or not. That's the thing. 原来是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社区当中呢，有很多很适合，不管是我们乐龄人士，或者是你们家人们的一些活动哈。那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参与，也来多多的发掘，在我们金山斯里达这边就有很多呢很多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些健康的生活的一些方式跟活动等待着大家。How old is your mom this year? My mom. Also senior.Going 73. Oh. My dad 76, going 77. I see. How many of you in a 70s or so? 七十多岁还是那人生自古七十古来稀啊！所以呢，有没有七十岁的朋友在这边？七十以上。Very healthy.Sama-sama. Very good. Can come over and join us watch Ketai. Yes. 今天只要你是70岁以上 you must have present for people lah. Present? Yeah, 70 and above, we ask already, they raise their hand. Yes, 我们给你礼物。但你坐这只高椅给他登出。有礼物吗？有礼物吗？没有啦, the chair, they sit, they home. Okay. If you want, 那你不嫌定地，你看你拖一个高椅去搭巴士站。Hey, don't say that. Hey, Payfun, don't say that. No, only that. I go to market also, I bring my own chair, portable chair.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we wait for taxi or whatsoever, very tired, no. I tell my mommy to sit down first. Oh, I thought you take other people's chair, the chair no, break. No. I bring my chair to the market. I see. Scared the mother tired lah. If mother not tired, I tired, I sit lah. Usually you sit, right? Cannot be go to market, take two chair, what? Really? The very filial child lah, huh? Our nice daughter, nice wife, nice singer, Yati. Thank you, 美丽啊，伊的名那是叫美丽，我的名
有个曼丽了，曼丽，我们的国旗呀，曼丽，啊，曼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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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曼，喂喂喂，曼丽多阿婆，多阿婆 ，What is Manly？ Manly is a name. Oh, name is Manly. Oh, you know? Yeah, so you may be Manly. I thought Man Man. Wait, wait. Man Man Lee lah, Man Man Hoi Lee lah. Okay, can. 好了，这是我们的雅迪。Okay, so you have to sing one Malay song first, okay? Okay, then we enjoy the music. Ah, you don't hear Malay song. Ah, then yeah, you, yeah. We even if we 可能不了解这个明白啊，不了解这个明白，不了解这个歌词的话 ，even if we don't understand, we enjoy the music. Yes,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 see, Amma very cold. Take out the shawl. Amma already take out. I can see. 你都会吓吓。No, she malu. She cover her mouth. Don't lah, 姐姐，姐姐 very beautiful. 啊，好啊。Yeah.宝，哎，姐姐咪咪 ，same you know， 宝宝啊，呀，宝宝啊 ，Coco 啊 ，Yes， 嗯 ，All right。So what is your first song？ I'm going to sing this song called Lagi Shanti。啊 ，Lagi Shanti 啊 ，now very popular this song。现在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流行。Is it from Indonesia？ Yes， it's from Indonesia。也是来自印尼的哈。Which part of Indonesia？ Indonesia 啦。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Later I tell you 啊。OK。来，欢迎我们圆圆美美的包美丽为您带来这首《Shanti》。Lagi Shanti。Lagi Shanti， what does it mean？ Again， very pretty。Pretty？ Yeah。哦，又再美丽多一次了。对了。OK， please enjoy the。Thank you， thank you。So you can hear sing sing there， sing sing outside， sing sing come back。Actually， this lendang ah to cover my tummy， you know。OK， later you guess ah what size she wearing。If you guess the correct size she wearing， she give you a prize。OK， payphone also you guess her size。My size still need to guess ah。Of course XS lah。Walao eh。Your size a bit。Three times me。OK， can。OK， let's welcome Yati， 掌声鼓励欢迎。I hope you like this one. Sincere. Come on. Would you like to clap your hands with me, everybody? Come on. Hey, sayangku, hari ini aku cantik. Cantik bagai bidadari, bidadari di hatimu. Hey, sayangku.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dimanjakanmu. Come on, hey, meme, right? Hey, hey, sayangku.Hari ini aku cantik, cantik bagai bidadari, bidadari di hatimu. Hei sayangku, 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dimanjakanmu, emang lagi manja, lagi pengen dimanja, pengen berduaan hanya untuk dirimu. Emang lagi cantik.Lagi suka shock cantik, cantik cantik gini hanya untuk dirimu. Hey, come on, shake with me, come on. Come on, baby. Let's dance. Come on.Hey sayangku, hari ini aku cantik, cantik bagai bidadari, bidadari di hatimu. Hey sayangku, 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dimanjakanmu. Come on, meme, let's dance. Come on.Come on, everybody. Hey, hey. One more time, everyone. Hey, sayangku.Hari ini aku cantik, cantik bagai bidadari, bidadari di hatimu. Hei sayangku,
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menjagamu, emang lagi manja, lagi pengen dimanja, pengen berduaan hanya untuk dirimu. Emang lagi cantik, lagi suka sok cantik, cantik-cantik gini hanya untuk dirimu. Thank you. I hope you enjoyed that one. Thank you for dancing with me to these two little sweet girls. She laughed. Okay, for my next song, together with the band, my awesome abang-abang, the white dog bone, please bring me this song called Singkong Dan Keju. Terima kasih. I hope you like. Sing along with me, yeah? Thank you. Are you okay? I'm very good. Very good, huh? Yes. Can you sing the part again? Aku suka apa? Aku suka singkong. Kau suka keju. Oh, oh, oh. Wait, wait, wait. Wah, 大哥, you oh until very 准呢. 哇，那这个吼。
哎，谢谢。那个，如果 FIFA World Cup 你去踢的话，每一个 penalty kick 啊，一定进的。Goal, 哇 ，all the goal 啊 ，all you will score very well. Yeah, and the next, 下一句谁来唱？谢谢你，谢谢你。This one our Facebook friend. Thank you, uncle. Mr. Guo. Mr. Gu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Your surname Guo, then Amor is what ah? Oh, Guo. 没有 Wang Ong 啊。Ong 啊。Ong, Mr. Ong, Mr. Ong, terima kasih. That's why he say aku suka singkong, kau suka keju. He say his own surname Ong, Ong, Ong. All the good ones. Okay, I find another guy. Anyone wants to sing the next verse? Next verse is what, kakak? Aku suka jaipong, kau suka keju. 在什么？唱那个哦哈，画沙声，啊你看，好不好？啊。Aku suka jaipong, kau suka keju. 哦。哇，厉害 ！Oh, different key. Very good. You got English name? 你有没有英文名字，大哥？Robin. Mr. Robin. Terima kasih joining us. Very good. Then this one, your friend? Your wife. So together, Robin Hood. This one must be Miss Hood. Kamsia. Thank you, 姐姐. Durian Hood, the Hood. Very good. This song I like. Singkong dan keju. What does it mean?Singkong is ubi, you know. Singkong, I don't know lah. Kangkong, I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say ubi in English. Tapioca. Oh, tapioca. Keju is cheese. That's why. 原来这个歌是很像，它有一个可能是比较有点本地味的，有点道地的一个 boyfriend versus 一个比较有洋味的一个 boyfriend. So got two kind of choices like that. Choices, yes. Yes, the more local one or the western one. Tapioca, you like tapioca or you like cheese? Yeah, you see like that lah. 新工蛋 keju, 原来 keju 是 cheese 哈。Cheese 咯。I see, cheese, 芝士。知识okay, right. So one more from Yati. Okay, take it away. I'm going to read English number for everyone. Wait. Got one request. Oh, what request is that? Yeah. Apa ini? Apa ini? Aku boleh baca tak? Oh, nong botai. I kong. Ayah, sorry, I forget. I cannot read Chinese. Sorry, because you pandai pandai ma. This one, 何日君再来? Sing Mandarin song. Mandarin one. Can Mandarin. I sing other song? Can sing? Can sing?等一下，我帮你安排好何日君再来。佩芬。啊。Actually, I prepare English song. Want me sing Chinese song, huh? You ask lah. 姐姐 ，You want me sing English song or Chinese song? Huh? Cantonese song? Huh? Indian? Deki he sari dunia, Japan sele ke Rusia, India, Australia, sele America. Wow, very good. No.OK， 现在我们做投票啊！你们要因为他已经唱了两首的印尼马来歌曲，那如果你们第三首还觉得要继续马来歌的，掌声！哇 ，little bit 了 ，little bit 了 ，little bit 了，啊，继续马来歌 ，is our chairman got clap 嘞。马来歌了。What's the instruction to you? Must sing three Malay song. No, sing one English, two Malay lah. Oh, one English, two Malay lah. Because afterwards got a lot of that's why one lorry waiting, you know. So okay lah, you sing a bit Hokkien 一两句的。我们提，我们提，干杯汤，麦种地。可在爱里接我时，我家己，我问天，我问天。That will do. You just perform whatever you have prepared. Okay, I'm going to sing an English number for every each one of you. Please bring me this song called Besame Mucho. Oh, nice song. Let's enjoy. Together with Lao Shi. 谢谢. Mimi must dance with 姐姐, okay? Right? I'm 低调了, 姐姐. No, I'm still young. Come on. Okay, we dance together. Come on.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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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forever, and make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Love you all so much. Thank you. Bye bye. Terima kasih. Lao Shi, thank you so much. Huh? Thank you. Bye bye. Yes, Lao Shi love you also. Yeah, 一个关起不会踩，一个关起不会踩哈。 好，这是我们的新加坡非常著名的一位呢，我们的优秀的艺人，他是Yati。那常常呢也能够在呢很多的一些节目当中啦、电影当中呢看到呢他呢卖力的为大家演绎所有呢配合到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我们的Yati，希望呢大家会喜欢他的这个演唱。今天我们的歌台 Night 在我们新加坡呢歌台算是呢非常非常的独特的一道的风景线哦。那常常我们都说我们是 户外的演唱会，那近几年当中呢，也得到很多我们基层这个社区的这个支持啊。顶摆吼，那是讲三十年前你讲，哎，我出国台，哎呀，无 standard 啦，无 水 准呢。但是现在不会了哈，我们呢有机会呢读更多的书，然后呢很多我们的艺人们，大家呢这个受的教育哈程度呢也相对比之前哈那个还比较高一点点。 当然呢，我们也是不断的一直在积极的求进步啦。所以在现在呢来讲呢，在很多的一些盛大的一些场合，像你看庄艺大游行啦，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像 Esplanade 啦的一些呢，只要有华裔的一些节目，甚至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也给我们歌台文化呢非常多的一些表演的一些平台。像我们今天晚上就是 我们的进山十里达的基层们啊，基层领袖们，当然还有我们尊敬的主席，还有所有的团队们，给我们呢歌台艺人们这边呢亮相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把握每一次演出的机会。当然也要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的表演，来欣赏我们的歌曲。希望大家听歌听得愉快，听这些老歌，吼你听个老老老无吹气过的波涛道，吼，大家听个吼这个时代的歌 歌曲何日君再来？等一下呢，我安排一下哈。谢谢我们这位来宾，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曲。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位呢师承的一位小邓丽君，他用邓丽君三个字骗吃骗喝很久了哈，所以等一下他会来呢唱歌给大家听。我们就希望他可以为你带来这首歌。好，那接着下来这一位呢，他也是有一个雅号哈，叫做我们的小樱花。那樱花的歌曲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像什么啦，黄昏放牛啦，有的嘞，呼，有的嘞，呼，很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他呢，曾经呢，就因为樱花的歌曲呢，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也得到呢非常好的一份殊荣。我们掌声欢迎陈小星小樱花。谢谢，你们好，你好，大家晚上好。是樱花 的特色应该就是很像那种cowgirl，对，那就是要有这种皮靴的感觉，然后很多皮衣或者是牛仔的一些元素哈。好，那现在还有在继续唱樱花的歌曲吗？没有，比较少哈，根本没有。现在你变什么樱花了？ 要老吧，中樱花，老是我妈妈。<笑>中樱花跟老樱花没有关系啦，这一个雅号会一直跟随着你。你 imagine 如果我八七六七十岁还是叫小樱花？<笑>哎呀，你应该把你的儿子带来前面嘛，他会跟这些其他的小朋友玩在一起吗？他在后面可以啊，他在后面哈。 对呀、啊，妈咪唱歌啊，儿子今年已经大概要三岁了，下个月三岁。哎呀，恭喜哈！<笑>所以呢，很快啊，时间都过得非常的快。这三年以来辛苦吗？ 很累，很累，很累，真的很累，<笑>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先苦后甜啦。那今天呢，我们的樱花，这个小樱花也要为大家 唱很多很多的歌曲，那第一首歌曲我们带什么歌？来送给大家这首《江水悠悠泪长流》，来献给我们在场所有的长辈们。希望大家会喜欢，一同来欣赏这首歌曲，谢谢。 悄悄地流。
首比较轻松的这个经典老歌，一首《江水悠悠泪长流》，谢谢我们真情满满的这个红包，谢谢。来，那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呢，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呢，为大家唱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歌曲。那么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所有的长辈们，今天可以听歌曲听得非常的愉快。来，那么继续的下一首歌曲呢，要为大家安排也是这个经典老歌，都是安排一些比较早期的歌曲。来呢，下一首呢来送给大家这首这个琼瑶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这个主题曲，来献给大家，来安排这首未曾留下地址，来献给大家。
谢谢一首这个琼瑶电影的里面的其中一首这个诶主打歌主题曲一首未曾留下地址来献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呢送给你们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那么也听到你们真的非常热烈的掌声也非常开心，这个听到掌声唱歌就会比较有力一点。来，那么我想刚刚呢唱了两首都是这个华语的老歌，来继续来安排一首大家所非常熟悉的这个福建歌来献给大家，来安排这首红杯刷来献给大家。是好人哦，啊，讲水的有拍破的吼，啊，拢互你着投标，吼，啊，投标拢才互你着，啊，迄撮无拍破的袂使才互你捡哈，啊，啊，感谢哈，啊，互你拢子孙兴旺，拢逐工拢欢欢喜喜，逐工拢哦，啊，心想事成，安尼个，好无？啊，逐工啊，出入平安无代志啊，轻轻可能行行好过，安尼看来捡着金纸哩，安尼看捡着纸哩，啊，接下
来呢，马上哦，哎，我们今天有男人唱歌了吗？有没有男人？没有啊，开场到现在哈，哎，介绍一个 man male uncle brother grandfather， 掌声欢迎董事强。谢谢。董事强啊。哎 ，hello。各位现场的长辈们，还有我们的居民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董事强。今天呢也是荣幸哈，来到这里呢，为大家带来几首经典歌曲。哇，你给你请啊，你给他娶新妇嘞。啊，对啊，因为今天是要娶媳妇嘛。真的吗？我的孩子。那你看站在一起像不像新郎新娘？喂，不是新娘，媳妇。哦，媳妇啊，对，要娶媳妇，我的俊豪要结婚了。啊，拍谁救门的俊豪鬼魂。啊，今年高回，高回要娶不？你个蛋啊，蛋啊！啊，最少要等多十多年。哎，乖不？俊豪。还好了，他最近就是比较活动，好动，很好动，好动一点。好动，对。啊，头先那个吼，陈小星啊，啊，福建名叫陈小金嘛，啊，对，他姑，他年纪比你轻嘛，是啊，一过一个三岁，一公斤串啊。Very累啊！啊，你也搞会哦，对哦。阿兄，你也串袂？我串三倍。那是胆吹啊！现在的小孩子，你灌输他的一种就是概念呐、啊，灌输他的一种美德啦。都是跟他讲些什么哈？都是讲，就是说啊，要乖乖啦，不要乖乖啊，就是这样啊，不可以发脾气，因为我孩子他的脾气有点火，有一点会一点点就很。会发火啊，所以有带他去看医生了。我不要你啊，爸爸，你出去！啊，不是，好，不要，这样就没有啊。好，对不起哈。那他说我要你啊，爸爸。哦，这样就给他要。我要换爸爸。没有，所以就买给他了。他要什么就买给他了。那就算会惯他了，会惯他。就是会宠他吗？尽量不要去惯他了。其实小孩子就是惯就。我叫他脾气不要大，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好好跟他讲，那 OK。你不可以讲，你再讲我藤条打啊。他就他就更硬了。更硬了，真的。哦，在那边喊了。喊了，你也惊吼？会。你怕惊不？偶尔啦。偶尔啦哈。偶尔只是做个样子哎，做个样子他就哭了。啊，你别怕伊啊。啊，你怕个老灰啊，下摆上伊都去老人院，我跟你讲，你跟差不多。这个不要再想太久。以后你他的你的那个退休生活就靠他了。对哦。对不对？是啊，所以要对他好一点啊。我说可以，哦，可以，泡泡茶 ，OK， 啊，用 iPad 就可以，哦，用 Apple 就可以，啊，你看啦 ，iPhone 就可以，知影不？你嘛就爱看我会弹的，啊，伊爱买车，爱买厝。啊，袂啦，我个啊，袂车个袂厝。爸爸，你也 OK 啦，爸爸。OK 啦 ，OK 啦，因为我现在也。我一看你这个身上的整个，对不对？这个颜色就像红枣啊，人也像红枣，像啊。外面角角里面 very 好。哦，这样啊，谢谢你啊，因为听说明年的运程对属狗的非常好，四十年属狗的是最好的。所以我有去买多多。属狗了啊，那今年应该78了啊。没有啦，什么78？64。啊，64。哎呦，很年轻嘞，保养有方嘞。没有。刚刚看起来应该不是46，还是46了。哦，谢谢。好的，谢谢你。都录64回，我你这里卡了也是。应该把录低一点了。没有，这个是跟陈建斌学的。哦。陈，以前我的头发都没有蓝色的。然后他染。啊，就是看着他。他那只老牛也可以。对呀。你也可以。对呀，他头发又可以。弄到尖尖，弄到尖尖啊！所以呢，你们又是新加坡艺人工会，是的，你是会员还是有责任？我是委员，委员啊 ，committee member 嘞。所以呢，我是副总务啊，麦会是总务啊。原来你的 position 还这样高啊！对哈，辛苦了哈。奇妙。所以呢，一陈建斌是老牛啊，阿你个秀高，所以你是老哦，不带气。奇妙。哦，老牛跟老哦，了解了解。没有啦，开开玩笑啦。所以明年你的运程是 good 的哈。听说了，听说了哈。不过这个是自在的，就是看自己的了。卖博啊，你做哈。没有啦，没有博。我跟你讲啊，淡薄洗给啦。OK， 打理哈。OK， 好。所以呢，祝你呢事业旺。是的。家庭旺。是的。幸福旺旺旺。好，谢谢。因为你就是要叫三声旺旺旺来听先。旺旺旺。OK。你可真听话嘞。
啊，拍第四针未？还没有。还没有，要快点去打疗。对了，快点去打疗哈，可能你打的时间比较晚一点是吗？没有，因为有听到一些什么是说他迟一点点打会比较好。哦 ，OK OK， 没有关系啦，这个早打晚打都是要打的啦。就是了，就是了哈。可能他刚刚中 COVID 而已啦，然后三个月内不用打。没有了，不是了，中了很久了。啊，请问你中几次了？来，一次了。哦，一次，我也是一次。OK， 没有事，没有事。不太急了，不用怕脏，我怕脏，我怕脏。啊，大家哈，在这个不好的榜样哈，我们要去打那个哈追加剂疗。对对。阿公阿嬷有没有打第四针？有的话，鼓励鼓励。你看，要跟你们多多学习啊。可能他也是忙啦，他白天又做工哦，晚上又做工。怕有什么副作用，所以说等一下身体烧啊，对，然后又要看日子的嘞，爱看也见 school holiday， 也不好不做工，你再没有刚刚好要看几时没有唱歌一个礼拜。哦，对对对，因为呢这个可能有一些发烧，这个是正常的一些是的状况啦，哈，正常的一些反应，不能说状况哈，一些反应。所以呢，还没有打追加剂的朋友，快快喽，好，这个呢追加剂是安全的，也是有效的，可以保护您跟你的家人，不管是在新加坡或者是你要出。国去旅游哈，大家呢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真的很感恩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么好的一片土地哈。哎呀，最近又很好，我开信箱，政府又寄迄个哈兔皮康的哦，十外个哈，哇，一大包啊，很多哈，很多，这次很多，对了，要去开信箱啊，你们都有收到了吗？应该都有收到吧，很大一包，我觉得我收最重要是收到那个700块，哈哪在啦，哎，你要给你儿子买点东西。有全部给他买到了。来，第一首歌曲，何日君再来已经在准备中了哈。我们的姐姐，谢谢您的耐性。我们的董事强大哥曾经也参加过我们的兜歌金艺，然后他的歌声呢是很多很多男歌手当中呢也是呢佼佼者之一。不相信的话呢，大家听听看哈，他是呢福州人呐、啊，福州内。不是内，福州内，内，福州内，内，无啦，小金啦，我就要讲了。福州内，福州内，哦，内，内 ，N O I，Yes， 福州内。好，所以谢谢我们的董大哥。来，第一首歌曲，我们的董事长要带我们带来，带来一首感动天、感动地，哦，很好听的一首网络歌曲。欢迎 Mr. Dong，Let's go， 福州内。是我以为爱本来会很容易，所以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底，直到后来有一天你和他走在一起，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没有结局却还是轻踏地，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你，总相信爱情会有奇迹，都是我骗自己，爱本来会很容易，所以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底，直到后来有一天你和他走在一起，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我没有结局
却还是心塌地，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你，总相信爱情会有奇迹，都是我骗自己，以为可以不再去想你，保持不被刺痛的距离，就算早已忘了我自己，却还想要得到你的消息。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你，明明知道没有结局，却还是心塌地。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总相信爱情会有奇迹，都是我骗自己。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鼓励的掌声。哎呀，这两位小妹妹还在那边摇，谢谢啊！因为今天来到这里呢，安排的都是一些比较不同类型的歌曲。刚才一首呢是网络上的歌曲哈，来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应该我们的长辈们都有听过的一首歌曲。来带来一首老歌《可爱的人生》，献给你，希望你也喜欢。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可爱的人生，好不好？谢谢。来，小妹妹跳舞。来，跳舞啊。你不要哭哭啼啼过一生，一定要哈哈嘻嘻过一生啊！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总会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啊！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过一生，一定要脚踏实地过一生啊！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总会是可爱的人生。只要是一双手不怕吃苦，只要是经得起暴雨狂风，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啊！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嘻嘻过一生啊！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
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啊，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人生，人生。谢谢。啊，怀旧老歌哈，就是比较经典的歌曲献给你啊。当然，今天来到这里呢，不例外呢，也会带来一些福建歌曲。来，接下来我想安排这首歌曲，大家会比较少听到的一首福建歌曲，杨哲的一首《谁人甲你做伴》。来，谢谢我们的老师。我雨水落袂停，寒风吹来也清凉，雨声打滴了乱阮的心情。忧愁着无情的你，阮用真心换绝情，雨水哪会偷偷点在目睭前，啊，一个人饮苦酒，我不我不的忧愁，山盟海誓也会变卦，如今谁人甲你作伴，啊，真想要将你袂记，为何偏偏放袂离。他命运安排你演小窗底，窗我雨水落袂停，寒风吹来也清凉，雨声打滴了乱阮的心情。忧愁着无情的你，阮用真心换绝情，雨水哪会偷偷点在目睭前。啊，一个人饮苦酒，我不我不的忧愁，山盟海誓也会变卦，如今谁人甲你作伴，啊，真想要将你袂记，为何偏偏放袂离，怨叹命运安排你演小窗底。董事强先生，谢谢。啊，一个人饮苦酒，我不我不的忧愁，山盟海誓也会变卦，如今谁人甲你作伴，啊，真想要将你袂记，为何偏偏放袂离，怨叹命运安排你演小窗底。
谢谢，谢谢，哇，这个很会唱哈、哦，谢谢，谢谢，每一首歌曲呢都唱的呢，哇，非常非常的动听，那大家的掌声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份鼓励，谢谢你们，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个掌声。今天我们也接受点歌哦，那苏哥听什么歌哦，也在跟我讲，还是跟我们的姐姐一样哦，小姐姐做啊，你看哈，搞啊，没跟你唱哈，谢谢，可以让我们知道好不好？那节目的继续呢，马上来欢迎下一位，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邓丽君小姐的歌曲，所以呢，这一位呢，哇，十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应该呢八九首都难不倒她。欢迎袁景，谢谢大家，晚上好，你好，侬好，侬好，侬好。伊是对上海来的，来上海，不是来上海。什么上海？上海是上海。上海人，上海人啊，我从上海来。上海人的皮肤呢 ，very 白啊。什么叫 very 白 ？very 白，这个是我们当地的掺掺。是吗？哎，对，新加坡的语言都是掺掺的。嗯，有时候我认为那个就是有些话以为是福建话，结果他们讲这个不是福建话，这是马来话。像哎，你今天要吃高音豆哈？高音豆，高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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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啊。高音就是应该是马来话。我知道那个什么苏嘎苏嘎。也是马来话，我一开始以为是。那做物件，那么做物件袂使苏嘎苏嘎哦，原来也是。我一开始以为是 Hokkien， 结果没想到他们说不是啦，福建人都听不懂这个词语。其实呢，现在在新加坡我们的国家哈，也有很多像我们袁景这样的哈，我们的新移民、新同胞，但是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国家哈大家庭当中，现在呢，也成为我们的应该是国民了。所以我们的 yeah, Singaporean 了哈，不仅仅是 PR 而已，再 up 一个 level 哈，已经拿到我们的公民权了。所以呢，新加坡其实非常非常的好了哈，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一个社会。那如果袁景跟我呢在一起，你看就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学习啦，一些语言上啦，像我跟他都学上海话嘞，感谢谢谢你叫恰恰侬。但是我跟你讲，你学了上海话，结果一个疫情，他上海话用不上。本来我要去上海剃头的，恰恰弄，恰恰，恰恰弄，恰恰弄。哎，你讲一点上海话啦，祝福我们今天金山舍利达的居民还有前辈朋友，大家都生活健康，然后幸福快乐这样。金山舍利达。呀，金山舍利达。啊，你慢慢讲哈。这，你怎么知道我会慢慢的讲？这金，这金色，这个我不会。啊，就舍利达了。舍利达的居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哇，开开心心是什么？开开心心是什么？开开心心啦！开开心心听起来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对吧？你是上海人吗？哈，你听得懂是吗？他在等你、啊。因为我讲，对吧？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对我以为他是上海人，可能他家也有上海媳妇。或者是曾经有到上海公干很多年，对对对，可能在上海有剃头，剃头，去出国去剃头的意思。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互相的开开心心一下啊。上海话真贵欧的啦。其实很上海话比较容易，我觉得福建话还比较难，因为上海话其实有好多的词跟那个普通话有，就是华语有点接近，有点相似。对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是大康啊，是小康，好康啊，是歹康，我就唔知影啦。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甜甜蜜蜜，弟弟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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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甜甜蜜蜜，哥哥姐姐来，还有哥哥弟弟妹妹，甜甜蜜蜜，弟弟妹妹，哎，我有点不相信他，结果我去看上海电视台新年的祝福词，结果真的每一个主持人，祝福你大家甜甜蜜蜜啊，弟弟妹妹身体健康，哎，孩子真的无恙喜安乐观过，对呀，身体健康呀，对啊，但是那讲会较优秀，平平日日，平平日日，滴滴多多。平平安安啦，比比喻喻，滴滴抖抖。你这个发音好像是像要吐这样的。我教你福建的啊，哦，教啊，哎，健健康康，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叮叮咚咚。还有叮叮咚咚啦。那对你来讲比较容易吗？第一句。健健康康，轻轻松松，健健康康，轻轻松松，欢欢。健健康康。健健康康，轻轻松松，欢欢喜喜，轻轻空空。有轻轻空空，前面就轻轻空空了，轻轻空空，轻轻松松。啊，掉掉掉掉掉，欢欢喜喜，
花花嘻嘻、啊、花花嘻嘻我会花花嘻嘻后最后一个来叮叮咚 咚, 咚啊哎来赞赞赞原来原来 Hokkien 叮叮咚咚也是祝福语啊叮叮咚咚是祝福语吗没 有因为圣诞节要到了要有一点叮叮咚咚叮叮锵锵金钩杯啦金钩杯哎何日君再来应该没问题吧应该没问题啊那我还没有给 key 是点唱的吗对点了五个钟头那我第二首安排何日君再来先给老师一个准备的时间那个何日君再来是应该是 G 吧他没有 key 啊 G 哦、嗯、G for girl、啊、老师我们先来第一首先唱夜来香吧安排的歌曲好吗、啊、老师就是夜来香先丢丢丢丢丢啊、先唱夜来香夜来香安排的歌曲、哎、然后给老师一点准备的时间、啊、呢你穿的就是叮叮咚咚叮叮当当咯这样、啊、你穿的就是现在那个中国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好鲜哦、啊、好鲜哦好鲜穿的好鲜、哦、我们新加坡只有讲哇那金狗那金狗鲜哦鲜就是像仙女一样真的吗好鲜哦哎呀谢谢大家哦大家 chip in chip in 这样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不要鲜他了来夜来鲜来了香味对太香了太香了太香太香五香五香我香五香五香是吃的嘞不是花香嘞不是花香啊、嗯、吃的我知道我来这边新加坡我也是学会很多吃的东西来嗯最喜欢的新加坡美食新加坡美食辣沙哦你喜欢你喜欢辣的嘞没有不喜欢辣不是
我不是说不喜欢辣，是我不太会吃辣的。但是我吃到拉沙，我觉得它有它独特的味道。对，有那个椰浆味。然后每次跟他讲不要加辣，不要辣，不要辣，他说不要辣怎么样做？拉沙又要吃拉沙又要怕辣，但是就是喜欢那个味道。对对 对, 对, 对，你知道每次我吃拉沙的时候，旁边还放一杯水。吃了一点，过瘾过瘾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远景小姐姐也喜欢吃拉沙哈、哦。那如果我到上海去呢？哎呀，那个生煎包就是哇，不能够错过的。对呀、啊，又要找到对的品牌这样。对啊，下次你小羊小羊生煎。下次你要哎，有有有有有有机会吃哈、哦，吃了好好多天呐、啊。好，接着下来，事不宜迟，就是这一首。何日君再来要送给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您啊的耐心的等待这首歌啊，等到人家那榴莲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开来吃了。谢谢谢谢，好，带来这首您点唱的歌曲《何日君再来》送给大家，也送给点唱的好朋友，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那接着一首歌曲也带来一首邓丽君小姐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那么希望在我演唱的时候呢，如果您会唱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唱啊、哦。带来这首《小城故事》送给您。小城故事都会唱吗？会唱的一起唱，我们来一个大合唱啊，好不好？不会唱的用手打节拍，来做做手部动作，手部运动。Wow.
到你们的声音，大声一点，放出来，歌声要放出来啊！这边的大哥也是歌词唱得很准确啊。小城故事真不错，亲爱的朋友一起问小城来做客，金山来做客，这里来做客。谢谢，感谢您热情的掌声，带来小城故事送给您，也谢谢 John， 谢谢您送上的红包，谢谢在场的朋友给我的掌声，谢谢。谢谢，这么好听的这个声音啊，没有多唱几首真的太浪费了。奇怪，邓丽君小姐的歌怎么通通这么短呢、啊？手两段的无了，我的水还未淋到我的喉咙啊，哇，完了啊，三首那么快啊。但是呢，都是一些呢百听不厌的好歌，最后还说千山来做客。大姐，谢谢您，您今天不会又再送我一个书包吧？谢谢，因为那个书包还没用呢。谢谢哈，来，各位观众，今天我有菊花茶。是的，哈，什么泥呀？哦、还有我们这个什么罗迪啊，哦，牙的罗迪哈，哦，感谢牙吃了哈，啊，一把把牙哈，啊，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啊，欧尼哈，哦，多谢哈，这个是你吃一半葱粿给我哈，啊，不是哈，新粿啊，哎呦，你真有心呢，多谢哈，哈。老吃袂呀哈，好，你来教我合音好么？老吃袂呀，我是袂晓唱啦，两只蝴蝶我就会晓啦。哈，这是爱听这条哈，吼、哦、啊感谢吼、哦，谢谢吼、哦、啊，这个吼、哦、放在这边啦吼，无啊加这个唱歌吼也无水啦。啊谢谢吼、哦、老师你的腰袂，哈啊袂啦吼、哦、啊这个吼、哦、啊你哈什么呀？我吃金巴。你吃金巴，你是看到黑人你就讲你吃金巴。啊，是这阵伊送我两粒宝盒啊，一罐啊，两罐，你就讲啊，我真枵对无？现实老师，啊，等下你来叫我去订呀，啊，感谢啊。那其实呢，这首的点唱的歌曲呢，《两只杯》啊，哈，两只蝴蝶，那也是呢非常好呢，跟大家互动的一首歌，有听过吗？这首歌曲，所以待会呢，我唱到《亲爱的》。喂，太小声了啦，只有两个人唱，所以我唱亲爱的，我们大家呢要回应一下哈。 You wanna sing? Do you wanna sing? Or you wanna dance? You don't wanna? OK, then you go play handphone、啊、好，那等一下我唱亲爱的，你们要帮我喊喂，好不好？先开吹大富贵，咱来 dancing 一下。我们金山十里达，千山十里达，最大声可以唱到多少声音？线上的朋友，一人一句，喂喂喂喂喂喂喂，哈，打上来，打上来。旁边的按心，按多一点，按多一点。因为接着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演唱了哈。如果大家手上有手机的话，不妨呢也帮佩芬呢，帮我们的金山十里达来再一次的分享我们的。直播的视频，谢谢你们，要非常的珍惜现在所有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直播，因为呢现在的算是直播呢，可以算是因为在之前疫情嘛，每一场我们的节目，哎呦 thank you 嘞，哎呀，哎，谢谢哈 ，Thank you， 我们的 Kelly，Thank you， 我们的彤彤啊的妈妈还有阿妈哦 ，Thank you so much 哈。好，那就是说刚才我们在疫情的，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全部的节目都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嘿啊，各位在对着，是不是代志老师？你怎么突然间弹这个吓到我？谢谢姐，谢谢您，老师。我要不会唱了。OK， 所以呢，要珍惜每一个直播的机会，好不好？再一个掌声，谢谢千山Selita AAC。
谢谢，身体健康。这边哦，我们的壮汉们、姐姐们，哇 ，very good 啦、啊，很好啊，很大声。但是我们左边的朋友啊，应该 OK 哦。那来话较大声好不 ？Testing 一下啊，配合我们的白狗谷老师，一二三，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还是这边，亲爱的。老师，等等哦，接着下来，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主席有坐在后面。下一句 ，Only for you 啊 ，Chairman， 啊，我说，亲爱的，来画一个啊，一二三，亲爱的，啊、你张张嘴，穿过丛林去赶小溪水，掌声给他，亲爱的。直播的朋友，谢谢 ，Thank you， 哇，好漂亮哦，谢谢我的好朋友，好，谢谢，谢谢你，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哇，好 sweet 哦，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很用心哈、哦，谢谢大家，谢谢，老师我睡不？哦、老师过来讲哇，你嘴啊，教不了，谢谢啊，谢谢我们白姑姑老师们，谢谢。可以再唱一首吗？我们还有歌星哦，我们还有歌星哦，我们的宝贝姐妹是我们的新加坡呢最佳的哦，有 open 有 back 啊 ，OK 啦，有 help me put 啦，那有 help me put inside， 他打开他的包包，哎呀，囡仔偌强偌强诶！快来，我收到吼这个礼物，一个开也白。OK 啦，有 put inside 啦，有 take OK， 有 take OK， 啊，有 don't want to take。谢谢谢谢啊，这个娃娃哈，在妈妈肚子里面哈，我们就看着他，那现在已经好多岁了。来 ，you want don't want， 很可爱。好，那 thank you， or you want to take，I want to take and put don't want。OK， then you enjoy the music 啊。好，那我呢非常的谢谢大家哈、送上的这个祝福红包，还有很多的这个厚礼，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也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佩芬的支持。OK， 谢谢你们最大的在歌台的一个呢收获就是认识你们大家哈，然后也谢谢你们风雨无阻，还有你看在外面的大哥们哈，也是呢常常呢都会来支持我的节目，来支持我们社区的节目。今天也很谢谢我们的青山 Selita 的 AAC， 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团聚在一起，也祝福大家生活美满、愉快、开心、欢乐。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
下一首歌是一首福建歌，爱拼才会赢，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一起唱嘞。一个人唱这首歌有点寂寞嘞，你们跟我一起唱了，老师 G Key， Thank you， 老师，谢谢。有谁想唱歌？今天晚上举手。后面的姐姐要不要？来来来，跟我一起唱。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上的坡路会使起，不会使落。好运，好运，总嘛会照起工来行。一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来，借我你们的手。森林草 AAC， 我们的乐林执行委员会。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若当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何必是海上？免什么拼了啦吼 ，Enjoy life。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好运，总嘛会照起工来行。你们帮我唱好吗？三分天注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会知道的一首歌曲，爱拼才会赢，换啦。Thank you， 哇，大家的掌声真的一级棒，绝对不会输给呢那些超级巨星的演唱会。今晚我们就是超级巨星，你们呢，大家呢，每一位呢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最佳最佳的来宾，谢谢你们。呀呼，以后呢，我们陈三舍利达 AAC 哈，我们的乐林执行委员会有安排呢，任何的一些节目啊，不管是唱歌类的啦，运动类的啦，哎，跟大家呢一起呢到新加坡的各个地方啊，去庙宇啦，还是去运动啦，哎，可能也有去 gardening 啦，很多很多很多了哦，应有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参与哈，多多的报名，多多的参加，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呢继续的在未来的日子，你们那继续的用。新的为大家策划安排很多很多富有意义哈，哎，让大家呢能够呢过得非常充实的周末也好，周日也好的一些活动跟节目，谢谢。那我们的基层领袖们，大家也辛苦了。那佩芬唱了两首歌曲之后呢，马上就要来欢迎我们的姐妹花哈，粉墨登场，亮丽登场，欢迎宝贝姐妹，谢谢，佩芬好，Happy Birthday。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好，大家好。
是我们的小宝，也是我们十二月的宝宝。对对对对，安安你几月？我三月。哦，三月。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十二月也是下雨。十二月更下，三月热到。来，宝贝，来给我们整三十里大。哎，这个台下也有两个姐妹，对，你们也是两个姐妹。我吓到了，你的小粉丝他记得我嘞，他记得我叫啊。我没想到那天他跟姐姐讲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你好，那在场所有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嬷大家好，那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周末的开始，对，希望呢今天来到现场也可以跟着我们刚所有的艺人一起带给大家一些欢乐。这这是小妹，小妹啊，这因老母，哎，因大姐，因大姐，因老母，因那老母快步。那是我老母生甲你水吼，我跟你讲哦，护我就好了。哎，因为老母开始嚼嚼了。袂啦，你老母的面会较强力咧，所以你讲你老母水就是你水哦。我老母早时真水，早时啊，即阵我比伊较水。哎呀，妈妈永远是我们的宝啦。哎，真的。所以刚刚我一来，我还没有跟你讲 Happy Birthday 嘛，我跟你妈妈讲Happy 母难日。是，这个母难日哈，也谢谢妈妈给予我们生命。对。是的，她也是一个好妈妈，这样。是。你也是一个好妈妈，哦，这个是未来妈妈哈。没有，我已经是妈妈了。哦，妈妈，她跟我们不一样。对。我的孩子两条腿。对。她的孩子四条腿。对。还有两个嘞，一个拜拜了。哇、啊！我不是高母嘞，我是高我高囝。哦，高囝。不是我生的，是个高母生，我是爱你给饲，我给饲的。太养母。哎、欸，现在你们看那个新闻有报道，有些一些小宠物哦，一个月哦、啊、要缅甸它哦，要给它可能去刷那个毛啦，对，还要做 SPA 嘞。那个被访问的他讲什么？我的狗只吃鳄鱼肉，吃鳄鱼肉吓死了。哇，你看，哎、欸，我今天、啊、你的狗吃人肉是吧？我的狗今天。是 baby 吗？所以他还吃狗饼。之前那个真的很麻烦，之前那个我还要去到特定的那间鸡饭摊，吃鸡饭啊？不，吃饭啦，就是鸡饭摊哦，我要买鸡尾。哦，鸡尾啊，袂使淋些豉油，袂使。然后你一定要有饭包着吸掉吼，啊你吸掉胖胖。也把盖在嘎，他才吃，他算是蛮有耐心的、啊。之前我的师傅家也是有一只狗，是他的家的狗也是吃很贵的东西的。对、哦、，kangaroo 叫什么啊？嗯，袋鼠，袋鼠有卖吗？吃袋鼠的肉有，对，朱玲玲的狗有卖哦。你是说袋鼠肉在哪里卖？不知道，他们就是给他吃袋鼠肉狗的，应该是哦，狗的 brand 的啦。没有，他真的是袋鼠的肉，然后 Australia 这样有，对，有。那只狗死了啦！哦、oh, ，OK， 对，嫁啦嫁啦嫁啦，我那只也拜拜了，可能是在国外了哈，我不太清楚嘞，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没有养过小狗，你可以尝试。我今天在 Facebook 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的鹦鹉啊，哦、oh. ，给一个狗叼走啊 ，OK， 刷博客 ，OK， 然后他还真的跟他做双嘎，真的假的？我等一下send给你们看，我没有骗你，然后他还带他去哦，因为还跟他做有做没有、欸，他们的就是像他们的家人一样的哈，所以。有爱护动物的这颗心、哦、是要被尊敬的啦。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不然等下回去你妈妈发现你的脖子很长。You want to come up? Also can 啊。好，那我们的接下来就是今天晚上最年轻的两个乐龄啦。啊，对，好，乐龄朋友你好，乐龄朋友好，快乐了。他们真的是很快乐的年龄，快乐的年龄。那宝贝姐妹也有几首歌曲，轻松的歌曲，因为他们之前。在新加坡，只要有高凌风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是高凌风，后面就要骑阿朱跟阿花，对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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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就是指定哦这两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一些呢属于他的这个歌曲来回味一下。好，来第一首，带来这首《姑娘的酒窝》。翘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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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翘翘啊？谢谢宝贝哥，谢谢佩芬，谢谢大家的厚礼，谢谢大家的祝福，我们一起唱。姑娘的酒窝，下下下下下下，姑娘的酒窝，下下下下下下，姑娘的酒窝，下下下下下下，姑娘酒窝，下下。山下的龙舍有位姑娘长得俏，哭个下个哭个下个哭个哭个哭个，她有位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哭个下个哭个下个哭个哭个哭个。园里的香蕉树上结满了香蕉，嘿，姑娘的香气粉手就喝就会笑，姑娘的香气粉手就喝就会笑。That's right。嘿，远远的传来一声欢喜的歌谣。Say hook
个下个呼个下个呼个呼个呼个，落落的香蕉被雨下山一样高。Say呼个下个呼个下个呼个呼个呼个，勤劳的本领上车有心的我教，黑姑娘们上起架子求我就会笑，姑娘们上起架子求我就会笑。笑笑笑笑，姑娘的酒窝。笑笑笑笑笑笑，姑娘的酒窝。笑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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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谁姑娘娶我？笑笑，笑笑，笑笑，姑娘娶我？笑笑。乡下的龙舍有位姑娘长得俏，哭个下个，哭个下个，哭个哭个哭个。她有位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哭个下个，哭个下个，哭个哭个哭个。院里的小枣树上结满了香蕉，姑娘们想起分手就我就会笑。想起分手就我就会笑。你唱给我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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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笑笑，姑娘的酒窝。笑笑，笑笑，笑笑，姑娘的酒窝，姑娘的酒窝，姑娘的酒窝。笑笑，谢谢送给大家姑娘的酒窝，感恩感谢大家非常礼貌、非常健康的掌声。耶、yeah, ！希望大家每天能够笑口常开，好事全部都自然而来。谢谢女大哥，谢谢女大哥，谢谢你，谢谢姐姐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大哥， wow, 真的很棒。Thank you. 你们大家今天真的很幸福哎，今天你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佩芬，今天刚好也是她生日，而且我真的觉得她很专业。嗯，每年我的生日我都会直接跟她讲。我没做工啊，不跟我夹带啊，我你讲啊，啊不，你也先比我夹带啊。我是这样的嘞，可是他的生日哦，他可以，他可以做工，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我可以过生日嘛。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而且我过生日哦，不止我自己不要做工嘞，我家人全部都不可以做工。你不会？要陪我，我觉得生日是一件很大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不会？我怎么不会？因为哦，你要是庆祝生日在家里，对，就你的家人。对，因为我还有家人在歌台。对，真的哈。对。可是你看，家人后来还是会给红包啊。有啊。可是你生日可能有更多啦。哎，其实我觉得啦，有机会能分享真的是很棒。对。当然啦，这么多年的生日唱歌的里面，我也是当然在这个期间里头，我也是有唱歌，生日也是有唱歌、啊。当然有啊，有时候碰到真的没有办法，可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也是很好。对，拜小妹，小妹了过来唱，不变都小妹。小妹，两姐妹，我们没有吵架。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要庆祝，这个佩芬说 Happy Birthday 之外，我们真的要跟佩芬妈妈跟爸爸说谢谢。哎，把这么好的一位呢，这个节目主持这么好的艺人呢，这个就带来这个世界。不是你们喜欢看他，我都很喜欢看他，而且我也很喜欢现场的乐龄朋友、居民朋友，还有你们这帮 supporter， 因为我觉得你们太棒了。真的，我是开始又胖了啦，对啦，又胖了嘞，我，哎呦，没有是，你看他的身材就知道最近我们有没有台了啊，胖就是没有台了，瘦就最近很多奇怪了，人十几岁很多台，我十几岁轻啊，轻三十里大有叫我，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了哈，谢谢。来，居民朋友呢，当然我们继续来送上一些乐龄朋友阿公阿嬷比较熟悉的歌曲，花见瓜，花见瓜，大家都可能都会唱的一首歌曲，来听看，肯定会唱，来这首，哎呦，哎呦呦呦。就别标了，破沙破口，哎呦哎呦哎呦，真水哦！来破沙破口，破浪破，一起来，哎呦哎呦哎呦 ，Let's go， 老师，老师，我的麦比他大声一点，可以吗？我是声音好 ，OK， 你是声音不怎么好。嘿，家归孙来。我爱桃花，荷兰仔，不知你心最红腮哦。
去跳一样哦。跟你们讲，乐龄朋友不用担心会不会跳舞，有动就好。好，动不要停。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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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上了。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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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家归送来，人也红，有一面镜会穿无人，有人白白来相送，阮是无爱，又搁嫌加工。手横财就是好你健康大发财。嘿，谢谢大哥大小妈妈。嘿，送给您，破沙破口破浪破，谢谢，感恩，哇，好棒好棒，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多拍手很好的，如果我们不要 exercise 哦，我们多多拍手，血液循环，不要以为只有脚有穴位，手都有的，真的，如果你没有东西做，你随便每天这样 one two three four 都可以的，我最近都有这样做，因为我的身体每次不要动嘛，开始麻了。真的假的？真的，没有骗你。真的吗？然后我就每天这样。好啦，其实拍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你知道这是谁教我的吗？谁？许琼芳。许琼芳。一七十几岁才做，我差不多三十几岁就开始做了。所以我讲哦，年轻不要动咯，会后悔。你看阿妈公这么年轻，这么健康。其实拍手也是很好，因为都是穴位，你拍手刚好有按到。真的哈、哦。真的真的。啊，你看真紧了，按摩院能多长了？家里自己可以按，可以按，可以。好好，穴位要多按呐、啊。对，没错。有打通，有一种按钮，然后会瘦的嘛？有哪里？我回家帮你按。OK， 好，真的瘦哈、哦。哎，下一首啊你啊什么歌？下一首什么歌啊？对，你连歌都懒惰想，怎么、啊、你怎么会瘦？真的，老师、啊、就可以瘦这么容易啊？你包咖，你看我今天跳不跳？你讲什么？恼人的秋风。哦，好好好好好，一没哇。你这样就动了咯？你看他说老人了，对，老人，老人，恼人的秋风，恼人。怎么唱第一句？为什么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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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喜欢。OK 好。OK， 对对对对对，好。老师很好哎、欸，讲 Thank you。你看哦，讲谢谢。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二十多年没有进步，就有这样好的老师一直 spoon feed 我咯？谢谢你哈 ，Thank you，Let's go。算了 ，David 老师。谢谢我们白狗狗来，熟悉的歌曲，高凌风的歌《恼人的秋风》送给大家。熟悉的歌曲也有翻唱哦。哎，这是翻唱的、啊，没有来一样的高凌风啊。嘿，所有的乐龄朋友一起唱歌，一起来健康，一起来活跃喽。骑马、哦，嘿，骑马。我动不起来啦。等你坐马给我骑啊！我可以坐驴子吗？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它把你的人，我的情碎？
走，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没有说再见，说珍重，没有留下姓和名。Let's go。我随着风而去，我随着风而去，我呼喊秋风停。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曾经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嘿，哈，我转，再转，好认真哦，再转。So running, singing.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拍拍你的人，我的心随他一去无踪。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没有说再见，说珍重，没有留下姓和名。我随着风而去，我随着风而去，我呼喊秋风停。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曾经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曾经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Next strike one， 谢谢白姑姑老师们 ，Let's go， 呼呀，吼嘿，欢迎佩芬，好不好？一起来，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你吹了一唱高凌风，还是要 Frozen 呢？你今天高凌风，高凌风，嘿。我随着风而去，我随着风而去，我不管秋风停，不管你黑夜黑色。嘿，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曾经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One try。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曾经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Let's try。送给大家恼人的秋风，希望小贵朋友都很喜欢。谢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会为大家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谢谢安哥安迪。今天晚上呢，我们再次的借由这个机会，感谢我们陈三 Selita AAC 为我们做这一场别开生面的乐龄欢乐歌台耶、祝福您各位心想事成，家庭兴旺，子孙满堂，身体健康。谢谢主持人李佩芬，谢谢最佳宝贝姐妹，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大家，也谢谢 Shock Entertainment 的全体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音响，还有乐队老师 ，Thank you 哥，谢谢。